好，我是邓小雨，今天要来到了共寮的龙洞街的和美国小。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龙洞湾甲步道 ，Go！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晚上有没有跟小雨一样喜欢潜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和美国小龙洞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潜点，这个地方就是九孔池。那喜欢潜水的朋友们，因为现在是东北季风，反正夏天可以从这边出发，或是可以就是再往更前面的地方出发，也是很多人啊在夏天会来这边玩水的一个地方哦。哦，这个浪不单纯，要小心哦。从和美国小往前走就是龙洞湾甲步道哦。超酷的，这里有这种很像毛毛虫的草。龙洞啊，其实一直以来是很多年轻人还有那个观光客很爱来的一个玩水度假的一个圣地，可是这却是我第一次来耶，而且加上这里的那个登山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像森林一样的起点，很像是那种童话故事才会出现的一些场景嘛，就很像森林的那种深处。这个步道整理的还不错，很干净，非常的很适合拍那种延伸感的照片。大约五到十分钟会来到这个凉亭，然后啊，吓到吃手手，这里有一个峭壁。真的太像国外了，但我也不知道像哪个国外，因为我去了本人去的国家不多。一个非常陡峭的峭壁，很好拍，然后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个高度很高，如果有惧高症人看到的话，应该会有一点阿弗累的，对，就是有点害怕的感觉。这里来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酷、非常炫的一个点，前有断崖要小心。然后这个地方望出去是这么的刺激，很恐怖的。而且大家有没有看过 Mission Impossible 啊？阿汤哥呢有一幕啊，在其中一集就是有一个爬峭壁的画面，就让我想到了这个地方。其实阿汤哥来台湾拍就好啦，大家说对不对呢？台湾这么美丽。上面有两只老鹰想飞，正在盘旋寻找食物哦。这里呢就是鼻头角的部分，然后我现在是在龙洞，它这两个景完全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很震撼、非常雄伟壮观的峭壁，然后还有其他的景色，待会带大家去看看。天哪，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小丛林啊！这里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景观的基调场，它吸引了非常多的钓客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啊，石头上面，我目测啊，至少有十到二十个钓客在上面。那刚刚有一些的钓客已经回程了，但是一直陆陆续续都看得到，就是这个基调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在上面，超多人的哦。这个地方啊，它就是道路都很平稳，没什么需要爬阶梯的部分，所以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又是一个观景台，耶、yeah! ！跳来了，来大会报告，这里又发现了一个网美必拍景点，这个观景台超级美的，可以、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大家就看我的文档照片，就是拍起来超漂亮，一定要来这个观景台。走到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一个步道，可见都没什么人来走过，又是大黄蜂蜘蛛人。现在是龙洞南口海洋公园的一个大雄宝殿左边的一个神秘小步道。哦天哪天哪，超多蝴蝶的。有句话是这样讲的，花落芬芳，蝴蝶自来。这是在说我本人吗？铁定就是我了，难怪我周遭现在有这么多的蝴蝶。那也不知道镜头大家看不看得清楚，总之我这样目测啊，目
测小只大只加起来都超过十只，这么多。这个龙洞四季湾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海蜇平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林头鬼，在四季湾这边。这个东西好像九尾狐狸哦，超可爱的。其实东北角也是很适合跑步的一个环海岸线的一个步道，所以就会有很多喜欢跑步的跑者都会沿着东北角的北海岸线来当做他们一个跑步的一个赛道，所以也推荐给大家说可以就是爬山登山步道，所以有步道之外还可以浮潜潜水，还可以来这边就是欣赏很漂亮的海岸线的这个风景，还可以跑步哦。回程遇到了下雨，不要太累。提醒大家来这个步道啊，因为这里它是没有路灯的，所以路光进傍晚的时候，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再前来那个步道，否则会很危险哦。现在又回到了那个起点，然后刚刚回来的路上啊，其实仔细看一下时间，如果不停留的话，大约半小时内真的要很快就可以回来。那预计一下，大家如果是这样来回，大约一个小时的脚程，如果这样停留休息拍照，可以再多估两三个小时。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花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来这个地方，是很足够的哦。今天的这个鼻头角龙洞弯甲步道要告一个段落喽。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的步道，除了它非常的平易近人之外，它又可以看到山海峭壁、种种等等的一个风景。那加上呢，虽然说它交通有稍微一点点不便利，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喜欢看海看山的朋友，我觉得它是一个双重的多重选择。特别是啊，我现在是在一个十一月份的时候来到这里，它有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它非常非常凉爽，就是完全不热。但是如果呢担心自己会感冒生病的朋友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戴一下毛帽，因为风很大，你戴一般的鸭舌帽或是怎么样很容易吹走，也要记得防寒的衣物哦。那么这是今天小雨在鼻头角的这个龙洞，除了龙洞可以潜水玩水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棒的步道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按赞、分享，期待下一次有更棒的台北步道跟大家来做分享喽，下次见，拜拜。